北京的话在这刷一般叫什么正规的，他们就比较，他们有专门那种是消毒，咱们会一个刷就可以了。那正规啥的也不用消毒啥的。对。这是秘籍。急死人了，天天都这么急。每天都这样吗？天天都这样。所有家都为什么这样？片中饭店员工被偷拍下用刷过马桶的马桶刷刷玻璃杯，用浴巾蘸马桶水擦地，在马桶里洗抹布等恶心行为。刊登这段影像的中国视频网站指出，这些恶心的行为都发生在哈尔滨的五星酒店。哈尔滨旅游局26号回应表示，现在正值旅游旺季，当地旅游部门对这段影片非常重视，已经介入调查。